是我的名字，麻药的意思是守护在月亮旁边一颗星星的名字。我过去的工作只有一件，就是拍纪录片。我透过纪录片将我的想法跟世界对话，我的纪录片就是将部落的声音传到台北，传到世界各地，跟大家分享。影片拍完只是我拍纪录片的另外一个的开始而已，我带着这些影片跟更多人去讨论这个部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桥底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部落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，那才是真正的拍纪录片。买得起政府对你们的信任，但是你买不起我们对土地的感情，也买不起我们的海洋，买不起我们对海洋的记忆。失去土地的是原住民，获利的却是财团。光说还我土地，还我土地，乡长请出面，乡长请出面。马耀不要加油，请他加油，原住民要加油，原住民要加油，原住民要加油，这边这边讲好不好？原住民是这样子，原住民的下场就是这样子，原住民的下场就是这样子。中华民国政府，你是瞎了、聋了还是死了？原住民要提问。是不是能够用政治的方式能够改变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不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做，这些改变不会产生。如果我们不站出来，没有人会来帮我们守住我们自己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，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。